坏习惯就是不想改，奥可妈妈向医师下战帖，爱吃补可以不要补到肌瘤。我喜爱到我不是在麻辣锅店，我就是在往麻辣锅的路上。哇，再过十年就说我不是在医院，就是在去看医生的路上。食物汤跟女性的子宫肌瘤并没有直接的关联。肝脏解毒的一些食物，像是彩虹颜色的蔬菜跟水果。这样恐怕也没什么用，他们还是告辞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